所有女生 ，Everybody， 阿玛尼哑光口红来喽！第一支新色404号色，哎，这个是我真的第一次看到它耶。这是新的颜色，这是最新色，之前没有的，之前没有的，新上的。Oh my gosh， 这支颜色有偏光，它是偏光蓝。这一支呢是阿玛尼家最新上的一个哑光口红，它虽然已经上了快半年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当时一月份的时候上新，李佳琦一场直播把它卖空了，就没有了，然后已经等了半年才到货哦。好看，皮肤白的女生这支颜色可以买它。它是有点点偏玫红调，但是它里面是有点点蓝色的一个光泽，就是它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见过那种偏光色的口红，它里面有一点点蓝调的偏光，就会让你的嘴巴看起来非常非常的高级。这支颜色404，我薄薄的涂了一点点，我还没有全程涂，你看404号色，它是有一点点偏那种红，就玫红，但是有一点蓝光在里面，就会越看你的嘴巴越精致，越看你的嘴巴越美的感觉。这是阿玛尼，真的美们，相信李佳琦，阿玛尼真的可以买一买。这是我们的葡萄酒红啊，葡萄酒红干吗？阿玛尼这支是哑光，但是不是会很拔干，绝对不会很拔干。让我来全唇一下，这支颜色白皮涂它超美，更显白。来我全唇咯，颜色超浓郁超饱和，真的超浓郁超饱和。看一下新色404，阿玛尼404全新上的颜色，看一下这支颜色404阿玛尼蓝色偏光，可以看到吗？可以看得到吗？我觉得厚涂比薄涂好看。对，厚涂比薄涂好看，真的好明好女明星哦。而且蓝色偏光可以看到吗？它有点发蓝色的光，看得看不看得到，有没有看到？它是这种蓝调的玫红色，很适合于亚洲人，会让你的皮肤看起来真的超级超级漂亮，就是超级亮肤色的一款哦，这超级亮肤色的一款，超美，这个好美，谢谢。这是404号色，这支颜色是404号色最新色葡萄酒红色，但是不会那么夸张的一个葡萄酒红。来下一支 Armani 400号色来了，如果你觉得这种颜色你可能有点难 hold 住的女生，买就买他们家最有名的颜色 Armani 400。所有女生，如果你不知道怎么选择的话，第一种用肤色选择，如果你肤色白买404，你肤色不白买400。如果你是那种想要非常非常有气质的女生，你买什么？买404。你要有气场，那就买什么？400。来，这支颜色炸，还没有花。这支颜色炸，哇哦！我把它晕开一点啊。4001000多支，还有300支。Oh my gosh！ 真的，这支颜色半年后再试它，美呆。这支颜色400号色就是 Oh my gosh！ 真的好美啊！这支颜色显得你皮肤好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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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看一下素颜的，给我过来。它跟400的唇釉有区别吗？有，400唇釉更红，它会更暗一点点。这是素颜女生。你可以把帽子取掉吗？不能，因为可以，不太能。可以可以，我待会需要想 all in， 妹妹，哑光口红不需要 all in 啊，阿玛尼不需要 all in， 你没有必要这样做，好不好？因为真的有些颜色也是丑的啊，有些颜色也是有点难看的，阿玛尼就买那么几支颜色就好看了，就可以了。让你们看一下，倩倩连妆都没有化，就是黄皮女生涂这支颜色很显白的。哎，你先给他们看一下你现在的肤色，它现在是这样子的啊，是这样子的啊。好，来再涂一下。看一下，它会你很显很显很显白，而且你素颜的时候涂它都很好看，就这支颜色，就这支颜色，看到了没有？哦，而且星星的唇色很深，星星的唇色比较的偏深，它涂它都可以，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来，我全唇一下啊，所有女生来，我全唇一下，来，所有女生，我跟你们说，全唇涂完谁来了？安妮海瑟薇来了，哇哦，惊呆！这支颜色不是美美的，就是这支颜色不是 Taylor Swift 的颜色，这支颜色是安妮海瑟薇的颜色，因为 Taylor Swift 它会比较再红一点点，没有那么暗，这支颜色它会暗下去，是安妮海瑟薇涂的颜色，就是，然后它的皮肤就白到发光，然后牙齿也白到死掉，就这种颜色特别衬肤色跟衬牙齿的颜色，安妮海瑟薇或者是奥黛丽赫本。都是那种你穿全身黑的礼裙涂这件颜色美炸，然后或者你穿那种比较正式的套装涂这种颜色也是炸掉，好不好？这支颜色所有女生，所有女生 everybody 抢它，哎，没货了耶。来我们下一个啊，500是那种豆沙红，
一般。豆沙红、no、太裸了，不要，别买啊，太裸了，不好看，不要浪费钱啊。五零零仙女，只能仙女图。我觉得这个不是豆沙色，这个是裸色，裸粉色、嗯。他们可能对豆沙色有点误解。对的，五零零 no， 四零零没有了。你说不买我就不买。好的，五零零真的不要买，相信我。来，二零一，这个二零一比宏光二一要稍微亮一点，没那么黑。二零一号色好看，啊，就这颜色，暗夜酱果色，暗夜酱果红唇。二零一素颜可以用吗？不可以，你素颜用这支颜色，我的妈呀，太吓人了吧！我妈，你红管没有二零一？有，这支好看吗？二零一，很时尚，很 fashion， 非常复古的感觉。这支颜色特别特别特别的复古。四零三好看，四零三真的很好看。等一下给你们下四零三。四零零加不了了，所有女生不好意思。二零一酱果红哦，酱果红这几颜色你们可以买，这几颜色你们真的可以买，好好看，你一定要这样涂，就唇心里面涂深，唇外面涂浅。对比一下红管的、嗯，来对比一下红管，这是红管的二零一，就唇釉二零一号色，也是酱果色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阿玛尼的红黑管二零一，这个更酱红。那这个更酱红，它会更深一点点，就是一般唇釉的饱和度会比口红好，但是阿玛尼真的反起来了，这一支口红的显色度比任何一支唇釉都要好，而且它可以用很久，因为你只要轻轻沾一点点，你就可以涂得超漂亮的颜色。这是啥色？这是201号色，这支颜色201号色一定要里面涂深，外面涂浅，这样会更加的 fashion 啊， high fashion 的感觉。薄薄涂一点就很好看。对的，薄薄涂一点，你看。薄薄涂一点点就很好看，你全唇涂会像什么？像后妈，这样薄薄涂一点点，里面深外面浅就很好看。但是你全唇涂有点像后妈。来下一个，看的来四零三。如果你是小女生，你想买阿玛尼，你就买四零三，因为刚刚那支颜色比较适合于那种出了社会的女生去用。亲戚，就亲戚他们就可以用四零零，但这种颜色就比较适合于在读大学。的小女生，亲戚说心里不服，我也可以涂啊。就是草莓红，这种403号色是草莓红，就是你薄薄涂一点点这种草莓色，就很可爱，很好，很可爱，然后很元气的那种感觉。这个好，素颜也能涂。这就是403号色，你们可以种草一下，它会比较的偏橘一点点，就更元气一点点，元气少女的感觉。嗯，面试的话，我就跟大家说一下，你们如果要是。就是要找工作面试的话，就不要用太红的颜色，但是你要化点妆，因为主管们都不会喜欢那种不化妆的女生，绝对。现在世界五百强都是要化妆的，就是淡雅裸妆、清新裸妆、干净利落就好了。涂的口红你可以选择那种很漂亮的，就是赤土色，或者是那种秋叶红，或者是那种番茄红，或者是那种有一点点偏蓝调的那种红，都会很显气质，然后气场显得皮肤很好。哦，全唇403。403全唇也会很这种颜色就像 Taylor Swift， 这种颜色就像 Taylor Swift 用的颜色，正红色，403号色正红色，它也会比较的像阿玛尼的唇釉的颜色，就红管唇釉的感觉，对吧？嗯，给你们看一下聚焦，它会比较的偏正红或者宫墙红那种感觉。501不用买了，好不好？不用买。就是你们想买阿玛尼的豆沙还是买阿玛尼的红管唇釉，我给你们试下红管唇釉，不下面先种草一下吧，好不好？帮我把红管唇釉拿一下。如果你们想买豆沙色，你们就可以买红管唇釉，你们想买豆沙色就买阿玛尼的这个唇釉501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喏，这支豆沙色会比刚刚那支豆沙色好看，这豆沙就很温柔，就素颜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画的。HR 今天晚上有吗？有，就是这个，嗯，这一支好看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说心里话，你们要买豆沙色，因为豆沙色的话一定要是那种给别人很温柔然后很干净的感觉，但是那种颜色就会比较偏裸，这种颜色会比较偏温柔型的一支颜色，所以你们要买501的话就买红管501，就买豆沙就买红管501。然后第二支你们可以种草一下的颜色，番茄色，405非常难抢的颜色，番茄色就是真的全世界最难买的一支，真的这支颜色好难买，我跟你说真的，就买的要哭，就是老娘得不到它我就一定要买到它那种感觉，就所有女生跟我说佳琪我好像买到405，你给我再走一次那个后门吧，就这个我可以给大家来走后门。405超好看的一支番茄红，就这点就是一支超好看的番茄红，我很多粉丝他们都找代购买还要加钱，然后去国外买不到，就是佳琪你给我来一场直播，然后上次我们给他们做了一场直播，这是405。然后还有一支颜色是409，
409是李佳琦说的阿玛尼红管你们被遗忘掉的颜色。这支颜色是一支可以用从年头用到年尾的颜色，这一支是从年头用到年尾，所有场合所有衣服都可以搭，而它是那种偏玫紫调但是不会偏玫红调的一支颜色。这支颜色 Oh my god fantastic 的好看，这支颜色好不好看，这就是被你们遗忘掉的阿玛尼红管的509号色，美到炸裂的一支颜色，这个很好看是不是？ 509， 这支颜色是 509， 这支超漂亮，就这支颜色你起床就可以涂，然后你涂到睡觉都不想把它卸掉，因为觉得哇我的唇部颜色好好看哦， Oh my god， 就一直在看自己，然后这颜色越看越精致，越看越有味道，越看越喜欢看这支颜色，谢谢大家。